展示班，欢乐就在爱歌梦幻乐园，免费入园，包吃包住。现在给大家看一下，经过我前几天的辛苦搭建，佳佳，它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啦。先带大家参观一下好了，中间这一条街就是小吃街。接下来我还对我的其他区域进行了一些规划，比如说要在小吃街的旁边做一条商业街，大家好像很喜欢上厕所的样子，所以我也决定把这一条街扩建成厕所一条街，不过跟多障的宿舍们连在了一起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。大家注意到没有，我的梦幻主题乐园里面还多了很多方块一样的东西，像这种，这就是可以让我自由活动的大屏幕啦，哈哈！我打算到时候把我的形象全部安装在上面，这样我就可以在乐园里面四处穿梭，就可以和所有的客人建立连接啦，嘿，是不是很棒的想法呀？现在就要开始我的工作了，首先要建商业一条街。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要不然我就先把厕所一条街先修好，这样大家可以在上厕所的同时，可以顺路经过我的商品一条街，嘿，就可以过来买我的周边啦。我真聪明。这个位置摆得很好。OK， 现在来建造一下周围的景观。这条街是我的花鸟市场，嘿嘿。屋，这个是什么？是个巫婆。下面是小鸟吗？先把它建在这里。花鸟市场应该先种花。发现只有这个仙人掌，它的形状比较大一些，比较引人注目。差不多了吧？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连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就会显得我的花丛更茂密了。哇塞，我真是个天才。那我再在上面种一排仙人掌，哼，显得我的品种特别多的样子。哇，有那味儿了。虫，虫，怎么又走了？
魔法漩涡太贵了，4.5元，免费，免费，免费！快来，快来！哦，他们果然来了，嘿嘿，果然大家都喜欢陪嫖。哇，我的乐园现在看起来生机勃勃，所以要在这一条街上建好大家住宿的地方，这样大家就可以都留下来陪我玩了。就把它们放到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。到尽头了。哇，这个酒店也太豪华了一点吧。高级的酒店就可以在我的城堡大酒店，如果没有钱的话就可以在它对面，这样既能看到对面的大酒店，又能有个歇脚的地方。嗯，我对我的酒店一条街也非常的满意呀。如果有游客过去体验的话，我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想法，我猜他们肯定会说呀，我住的酒店真不错，真不错，住在山里面真不错。好，我还要再建一个过山车，再建一个大一点的，充分利用地形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很大嘛，比我之前建那个还要大，这是能不能塞进去？起来还可以，好像刚好放在这个地方，只要把它建在天上就行了。我发现可以，路都穿进这个钢筋上面里面去了，不过应该也能走人。哈哈，完成。 Moments later， 两个，三个，把公园里的屏幕全部换上。我看第一个进门就可以看到我的屏幕，嘉嘉 OK， 开始操作其他的屏幕。这个保留着吧。耶，他好激动啊！难道他们很开心因为我没有强迫他们去身不由己的去外面的世界玩，让他们一直留在我的乐园里面，所以他们都在欢呼。哇，他们拿着气球在欢呼，好开心啊！他们多开心，他们还对着我的画像。我的乐园就建造到这个地方结束啦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的乐园里玩得开心，耶！好消息，好消息，艾格梦幻乐园开业了，由全世界第一聪明可爱的 Super AI 亲自设计打造，精
险刺激的过山车，风格独特的花鸟公园，奢华酒店，给你完美体验。现在入园，全员免费，包吃包住，尽情玩乐。你还在等什么？赶快带上你的家人朋友，来爱歌梦幻乐园，和全世界最可爱的 Super AI 建立连接吧！哇，哇！